你就安心迎接宾客吧。是。老祖宗放心吧。嗯，老祖宗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接下来听我安排，小景，你们家有没有小臂这么长的铁签，或者木签？哦，应该没有啊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小臂长的木签需要多少？ 按照宾客的数量，怎么也要1000来只吧？我能替你找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重新采购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应该不难。钟祥，你带刘奇胜和蒋有礼去。数量按照宾客标准采购。交给我吧。小景，你带我去找香料。好。 带我去府库取些陈年的剑支回来。嗯，你要那些没用的剑做什么？宴会要用，又是那个李瑶吩咐的。自从你回金陵之后，便对这个天上居的李瑶格外上心。怎么，你也跟赵启轩一样，有那种心思了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关注我的事了？难道你也别有用意？你。 招待大伙儿，我特意请来了天上居的李瑶大厨。哦，没想到老祖宗居然请了天上居的李瑶啊！就是那个打败陆小天的李瑶吧？居然是他！看来赫连王府这次的寿宴一定不同凡响啊！下面请李主厨为大家上菜吧。哼。